好，今天是穿黄色小清新，配合今天要跳的舞。Sunroy， 真的哎，今天配色好桑哦。安安，这衣服会不会太辣了？还好，如果这衣服就太辣的话，那第二套你千万不要看。我期待今天有人会说，女人给我起来跳舞，还是今天其实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子坐到棺材。离开这个轮椅的靠腰。OK， 跳一小时，是不是想累死我？复习一下。这个会掉下来，不要拉起来吗？不行。啊，这里好快哦！我昨天大概练了50次这里。现在差8个冰月。换另外，我才刚站起来就要换下一套。我还在复习，老哥，可以跳完再换啦。好，拜拜，干嘛？公姑被哈你。枉费我昨天练这么久，还要再跳快一点哦！是后半段吗？他是不是想要折磨死我？开心开心！订阅的先出去，我没看过这种的。哇哦，啊，好不自在，不过包得很紧，很好。主播跳个神呗，我的不会晃，不好意思，你去别台吧，不要这样子为难我。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就我以前买这一条大腿链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健身，大腿链就带不进去。我最近就比较少健身，这样还没有健身，就是已经消了，我的屁股跟大腿已经消很多了。有一个小镜头，感觉开了会出事啊！你们有看到我的大腿链的吗？这个画面好像比较清楚一点，感觉很像在夜店。好想，好不想甩头发。
好像没有忘的太多，好开心，好像是我有史以来学过的歌里面忘的最少。毕竟你很会扭，乱讲。我昨天练很久了。腿真的超长，我今天还只照了半个。不要转头，那个啊动作很棒，是这样，超烦。这是我还有后面后半段没学完，后半段有脱衣服，还有直接趴在地上。哇，要什么？真假？一定要还原原版哦。感觉用屁股背对大家蛮有几率不好的。外面这一件会不会太松了一点？它也没办法调，它就这样子了，它就这样了。这套可以跳这个吗？可以。可以一起跳，好怪。求佛是不是在等我啊？
求佛的音乐。太开心了吧这首歌跳跳这个链子都在那边甩靠腰，他一定没听过 Rolling， 他是在激我吗？我要复习这首，吊打他的眼睛。我的影片里面有 rolling 哈哈，那个好久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我这两天还会再练新的舞，下次再跳给你们看。我的歌单越来越多了，不管是吉他跟跳舞的都可以演歌，如果有刚好学到的话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图奇努力的主播。大家晚安。